车。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网友们好，先生们好，我是印尼小松啊。现在呢，小松带女儿去雅加达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园，叫 Angel 公园啊，Angel 啊，就在前边了，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天带孩子逛一逛这个 Angel 公园啊，好久也没有来了。好，Let's go。到了这个大门口了啊，Angel 公园，哇，好久没有来了。现在不知道一个人一张票多少钱啊？哦，这就是大门口啊。这边是。Ya, dua orang, dua orang. Orang jadi 80.000 sama mobil. Ya, 80.000 ya. Jadi mobil berapa ya? Kenapa? Mobil berapa? Mobil 30, kendaraannya 25. Oh. Orangnya 25. Oke. Okay. So, 汽车是 15块钱入那个门票，然后是一个人是 25.000 ribu 吧。Ya. Oke. 给他钱。Oke. 哎。Ya. 所以一个人是10多块钱左右吧，10多块钱左右。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好了，进来了。这个一进门前边呢有一个游乐场啊，这个可能以后有时间再跟孩子们过来，在这边玩一玩啊。叫都饭啊，这游乐场叫都饭，里边有各种文。玩的东西啊，碰碰车啊什么的。你看这个车，好，这里边就是这个都饭啊。那现在已经关门了，已经是下午了啊，傍晚了啊。看太阳，等一会儿就要落山了啊。这个路的旁边呢，都是停靠在这个码头的船啊，汽艇。你看，有很多，这都是在这个住在这附近非常有钱的人，他有买这个汽艇在放在这儿啊，所以他要去海里边就可以在这儿啊。以前小松跟老婆呀出去玩的时候，都是从这儿出发啊，坐船坐这个快艇。玛利亚，玛丽娜啊，好，咱们再往前走。今天咱们不去岛上玩啊，所以在这里公园里边逛一逛啊。你看到了这边海边了啊，这边海边人还挺热闹的啊，咱们再往里走啊。是周末，应该到海边玩的人挺多的，应该是啊。啊，这边有点堵车了啊，人比较多这边。哇，在这个海边玩这个索道还真是挺好的啊，可以看看这个海边的风景啊。琪琪要吗？琪琪，嗯，要不要玩这个？玩这个？这个？玩。你看孩子就喜欢吧。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玩上啊？都傍晚了，你看，坐在这里边挺好的啊，看一看这个海边的景色。咦，装不上啊！好了，到了。来，经理，来吧。
哇，这个就是安州的公园，早上在这边散散步不错。小心小心小心，印尼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当玩具，你看在这边可以租啊。哇，这海水挺棒啊。哇，还有鱼啊。哇哦，有鱼，在这边有鱼，还行哈，这水。棒啊，这边散散步不错。以前小松跟老婆太太在那边有住这里边的旅馆。哦，棒啊。好哥起来，对。啊，好哥。这边是租这个电动车的啊，有两轮的，有三轮的。看，这小孩儿，哇！哇！美女在这边拍照片啊，可以在这边留影啊，还可以在这个水的中间玩这个划船啊。这边有人在钓鱼啊，呵呵，对吧？哇哦，我的板，单单单的，有点，单单，请你慢点，好吧？别，慢点。你要把这慢点给慢点打啥的？感动，感动。哇哦，你看这边钓鱼，他这边钓着了。这把厉害的呀！哦，把个五档一度，五档白鸡，五档不敢五档本地，哦，也五档白鸡，也，哎，也，五档好吧，白鸡，还八点，八，啥曼宁的嘛呢？曼宁的，这里的班在加尔达，哦，班在加尔达，啊啊，加尔达的少的，当工。好了，马兰的嘛呢？马兰，马兰，马兰，别啥，曼宁。malam di jembatan. Jembatan masih mo dekat mo itu ya. Di sana tanda-tanda besar dulu. Saya lihat orang tempat tanda-tanda besar. Iya, banyak. Tapi enggak apa-apa, mancing malam enggak apa-apa ya, pinggir. Oke. 这个朋友啊在这儿经常钓鱼啊，有时候在晚上啊，晚上他在这边竹排的那边钓啊，改天小松也钓一回。OK, 马起啊。Yeah. 小孩玩这个荡秋千啊，还可以在这边买这个风筝，放风筝啊。你好。这边有这个风筝啊，你看往这一坐，挺棒的啊。买一买一个，拿吧。椰子树，大不了了，哎呦哎呦，这个孩子也玩，母亲也玩，哎，哇，你看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玩风筝，嘿，挺棒，嘿，翻大了，哇哦，棒，飞台挺高的这个风筝。看这母亲开始帮着放风筝了，风筝不平衡啊，挡。
走走，卖这些小东西小玩具啊给孩子们。好了，这前面还有一个公寓啊。好了，咱们呢往前看啊，在这个安卓公园里边啊，除了看海边的风景啊，玩一玩啊，吹吹海风啊，还能吃海鲜啊。在这个公园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海鲜饭店啊，叫 Bandar Jakarta， 就在这儿啊，非常有名。在别的地儿也有一些分店啊，我们看里边的海鲜，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 ，Bandar Jakarta， 对，你去里边看一看啊。来，这边。哇，前面还有一个音乐喷泉啊，很漂亮啊。哇哦，大家看，很多人啊，在这边点海鲜，你看，章鱼，章鱼现在一公斤是129，哎，哦，一公斤是一，哇，500多块钱，一公斤500多。龙虾是一公斤大概1800人民币左右吧，1800多。这是进口的加拿大龙虾。波士顿鱼虾呀，这个石斑鱼。石斑鱼便宜啊，大概140块钱一公斤。他不叫这个。这个龙虾，鲳鱼，虾。还有皮皮虾啊，活的皮皮虾。大，挺大的啊，跟这个手。198一个，198一个，一档多吗？还有各种鱼啊，在这边也挺多的，章鱼、海鲤鱼，梭子蟹，190一公斤。这边是青蟹啊，人挺多的，热闹啊。大龙虾，大龙虾是1200块钱一公斤。600块钱一斤。还有这种虾。
回家了。热闹啊，这边的做法呢也非常的好吃啊，你看螃蟹啊，清蒸啊，鲳鱼啊，所以呢到这个安州公园晚上就在这儿吃海鲜啊，傍晚白天在这逛玩儿是吧，晚上吃海鲜挺棒，人挺多的啊。来，哇哦，这边有这个音乐喷泉啊。音乐喷泉啊，哇哦，哇，还有一些设计啊，跟这个音乐一起搭配。前边就是海洋公园啊，本来说带孩子想看，但时间来不及了啊，因为他下午4:30就关门了。再见。好了，好了，琪琪，我们说再见吧。今天也挺好的呀，带着琪琪逛完这个安州公园啊。那宝网友们到雅加达来，一定要逛一逛这个安州公园啊，挺好的里边啊，晚上还可以吃海鲜。好了，伊犁小松在雅加达的安州公园，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记得关注。